为什么不把复合弓改成地图刷新、嗯、爆炸裂弓、十字弩、战术弩都是地图刷新，新出的复合弓却是空投刷新，为什么复合弓不是地图刷新要改成空投刷新呢？归根结底原因有两个，一，复合弓属性太强，复合弓的属性比另外三把冷兵器强不少，现在伤害来说，复合弓蓄力之后打成里是93点，爆头234点，虽然没有十字弩和战术弩高，但也能一发秒杀满血三级头，而且复合弓还有持续燃烧伤害。复合弓最强的还是射程远，子弹输速快，还能装最高三倍镜，就算两三百米的距离都能轻松命中，换弹也比较快，射击间隔也短，属性太强只能放进空投里。二，丰富空投武器库，其实光光完全可以把复合弓的属性调弱一点，然后设置成地图刷新，这其实很简单，但这样会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空投里始终没有一把冷兵器。现在空投里有步枪、冲锋枪、机枪、射手步枪、栓狙，确实很需要一把冷兵器，这样空投武器的种类就更全了，所以把复合弓加入空投无可厚非。